者庄世贤台北报道，农历春节即将到来，许多人也趁春节假期安排出国旅游。如果假期天数有限，临近台湾的香港是规划短天数春节旅游的好去处。旅人春节期间游访香港，可参与一连串贺岁活动和节目，品尝香港独有的新春盆菜等，感受春节喜气洋洋的节庆氛围之外，还可体验香港多彩多姿的活力。狗年旺旺来，香港春节期间洋溢浓浓年味，但也有不同于台湾的过节体验。如除夕夜可以品尝整个过年的盆菜美食，由一层层不同食材堆叠而成的盆菜，盛载于一个大盆子内，是和一大群亲友与家结识共享，是香港传统围村的殿堂级美食，也是春节期间被受普罗市民青睐的佳肴。每年大年初一的国泰航空新春国际汇演之夜，是香港春节期间的精彩盛事。今年的汇演会于2月16日大年初一晚上在尖沙咀举行，将有多部花车及多支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演队伍参与及带来精彩演出，旅人置身其中，可与香港市民一同沉醉在欢乐热闹的气氛，欣赏精彩表演及共庆狗年。年初二2月17日晚上8时，在维多利亚港举行的烟火表演璀璨烟花会演上旅人大饱眼福，每年年初三举行的贺岁赛马吸引众多观众到场观赏，当日马场内也会同步上演其他精彩节庆活动，为马场带来新春节庆气氛。另外，每逢农历春节，沙田车公庙会展现一片风车海，众多显眼风车满载住市民和煞尽新一年的愿望。根据传统习俗，农历年初三是赤口，易与人发生争执，不宜拜年，因此不少香港民众会选择在年初三到车公庙参拜媳妇，并会转转车公向旁的同日风车，祈求新一年好运到来。旅人不妨也入境随俗转动车公庙风车求好运，不少香港民众会在年初三到车公庙参拜祈福，并会转转车公向旁的同日风车，祈求新一年好运到来。旅人不妨也入境随俗转动车公庙风车求好运。香港旅游发展局提供盆菜是香港正港的过年美食，旅人春节期间游访香港别忘品尝。香港旅游发展局提供香港每年年初三举行的贺岁赛马，吸引众多人到场观赏，旅人也可走访马场体验不一样的新春节庆氛围。香港旅游发展局提供